朋友们好，今天用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做简谱试唱练习。重点要注意，歌曲是由弱拍开始的，属于弱起小节，附点音符也比较多，还要区别大小附点和前后附点的不同之处。最后要注意有六度或七度音程的地方，难点在最后一行中，正确处理好每拍音的强弱、时值和广音程的音准问题。好，我们开始练习吧，走起。嗦啦哆咪嗦咪嗦，嗦嗦咪嗦啦啦嗦啦哆咪来嗦咪来啦哆来哆。来来哆咪来嗦咪嗦哆。来嗦啦来哆，嗦啦哆咪嗦咪嗦，嗦嗦咪嗦啦啦嗦啦哆，咪来哆西啦咪嗦啦。